碰碰哥、后柱姐给大家的印象就是超热情、超开朗。本台记者也发现到，在东河乡消防分队这也出了一位超热情的女消防员张馨宇。日前在消防大队亲子活动时，模仿碰碰哥与后柱姐的片段，引起相当大的欢呼声。我本身就是很喜欢与人群接触，对，然后也是喜欢做那种就是外勤的工作，对，然后就是也很向往就是消防的工作，对。而这位女消防员她在工作上可是一点也不马虎，救护车、消防车都难不倒她。她蛮积极的，就是在很多方面哈，她又不懂的马上立即就请教。他学习力蛮快的，直到现在啊，他给我们的感觉哈，他是非常活泼外向的一个小女生了哈。然后在工作表现上，哦，非常的积极了哈。因为当然他们是刚接触消防的工作了，有很多方面的了哈，要去学习啊，哦，预防救灾然后紧急救护的工作。不过他在各种工作的表现上。学习的态度上都蛮好的，都蛮积极的。前辈们对于张馨宇平日工作上给予肯定之外，私底下的他，同事们也都称他为分队里的活宝。张馨宇在哪里，欢乐就在哪里。东台新闻杨国柱东河乡采访报道。